是乌贼绅士的主唱，我刚刚在外面看到有一张 Jimmy Page 的专辑在场嘛，那个带来交换。我有看到你说你有买乌贼和秋美的卡带，对。好，感谢你，你不在就算了，OK。好，然后今天我带来自己写了两首歌，对，对吧？先弹一下，试一下。很开心，对，见刘老师办这个活动，给他一个掌声。对，然后第一首《像一朵云》。需要道理，温暖天气聚集成意，从没固定，不需要旅行，不同方向一样的安静，偶尔还是感到无力，现在又太近，所以我飘啊飘，飘过每一道墙，现实只是为了被捆绑的手脚，所以我飘啊飘，飘过高楼大厦，不同的方向又飘去哪？来点节拍好不好？高空上，不小心飘在被遗忘的地方，从没顾虑，也不在乎了，不小心看了是谁站的地方，偶尔还是感到无力，未来太远，现在又太近，所以我飘啊飘，飘过每一道墙，现实只是为了捆绑的手脚，所以我飘啊飘，飘过高楼大厦，不同的方向飘去哪？我飘啊飘，
对啊，然后我也是想要可以发专辑，不过就是目前还在准备中这样。对，有机会可以，对，谢谢大家。对，好 ，OK。然后下一首是《靠近》，是一首情歌吗？对，好，对，耶、yeah, ，好，希望我们都可以更靠近。然后我很喜欢今天的活动，因为大家都很喜欢音乐，对，很开心。从梦里醒来，爱的回忆离开，爱你等了很久，彻夜的失败，分手的无奈，怎么会心痛？说不用再对我太温柔，想回到靠在一起的时候，眨眨眼睛，模糊的距离，该怎么靠近？会永远这样吗？开始怀疑自己，无法再靠近。你说不用再对我太温柔，想回到靠在一起的时候，该怎么再向你靠近？为什么无法再下一位是，音乐治疗师的分享，然后我们会需要 setting 一下，所以大家可以先去上个厕所啊。